100多斤，意思啊。这个粉简直太头子了，强烈推荐。视频都拍完1个多月了，我还经常想念它，太好吃了。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到达了郴州。小伙伴们不是说了吗？这个地方鱼粉超级好吃。那咱们就来搞一下鱼粉，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，是它那个粉用鱼做的，还是它那里面有鱼？今天终于明白了，因为这种米粉的汤底是用鲢鱼熬制的，所以叫做鱼粉。郴州最著名的鱼粉就是西风渡鱼粉，是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是郴州西风渡的鱼粉，我们西风渡的鱼粉有祖传的100多年意思了。我外公带过煮的，我外公从42年开始煮我们西风渡鱼粉，我都带10多个徒弟了。先抓取适量的米粉放到罩里中，之后放到滚水里面秃噜一下子，就秃噜一下，速度贼快，这个粉就好了。之后放些香菜、葱花等配料，之后就可以注入它的灵魂汤底了。碗里再浇些上层红油提色，再从锅底捞出一块鱼肉出来，这一碗鱼粉就好了。加上小配菜，一共6块钱。你那手指头该动动了吧？弹幕便宜，我们和你一样也觉得便宜的有点丧良心了，所以又加了3份配菜，哎不对，配肉，每份3块钱。对的，面6块，加料9块，一共15块。对了，还要淋些自家新做的茶油。这边的店一般都是8点到10点才有这个鱼粉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人超级多，现在人稍微少一点了，给我们单独整了个雅座在外面。他点一份鱼粉，小贤点了什么？点了个寂寞，他是看客，今天啥也不吃。然后我妈的跟我的是一样的，这个叫杀猪粉，太高素，不敢吃太辣的。来吧，尝一尝。它这里面有一个鱼头，你看看，还有一些肠子、瘦肉、里脊肉。厚厚的荤菜铺满了一层已经看不到底下的面了，红绿搭配的配菜再加上这一层红油，光看一看就流口水了。粉的量其实也不少，拉起来很有韧劲儿，上面也是包裹了红红的辣油。咱们让不能吃辣的胖嫂尝尝啥味儿。辣。辣呀。我一会儿我尝尝。说一下口感，有茶香味儿，特别香，但是那不是那种油腻的香，哎，现在有鲜味儿，溜鲜的，又溜鲜了，嗯，不腻还香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辣吧哈，我还能接受得住，要是不能接受，我早就不吃了。如果不添那些肉，你还觉得好吃吗？能，好吃，跟那个肉没关系。6块钱一份，还真的挺便宜啊。妈，你尝尝这个粉，哎，真好吃。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粉，它这个还香，它这个香它不腻人，这个确实挺好吃。到底是神马神仙味道，尝一口吧。你们都馋死我了，你们啊。二，就拿这三个吧。头子。杀猪粉就是一碗掺杂了猪下水的汤粉，我这碗里能看到不少的猪肝，还有猪血，瘦肉也很多，还有一个荷包蛋。这个粉看着油光锃亮，它和鱼粉用的是一种粉，其实大有来头。最好吃的就是太仓粉。如果能吃得了猪内脏那个感觉，这个就绝对没问题，完全好吃啊，很鲜是吧？还有什么味儿？鲜滑溜，一种特殊的香味。我妈都已经干完了。啊，汤也喝了。它不是特别鲜，它是鲜溜，好喝。啊。哎呀，都喝了了。我天哪，你真香。哎呀，吃得饱饱的了。太恐怖了。我看看，我婆婆给我太多惊喜了。加惊讶，哎呀，这来份辣子，我尝一口辣子。我你看这一份感觉多大，我看着这红彤彤的，哇，哎，这个好吃，那个辣椒它炸过之后贼香哈，香辣香辣的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好吃，这俩都好吃，我觉得要我选，我更喜欢这个。
哇，嗯，要不咱晚一天再走吧，我再吃两顿，真好吃啊。不用加料，你什么料都不用加，就这鱼粉就行，不用加任何料哈，就6块钱一份就可以了。啊，头子，太好吃了，哇！还有就是吃的时候小心点，它这里面有鱼骨头，小心别划着嗓子。尝尝这块鱼肉腥不腥？这块你们都没吃。败家娘们儿，加料加那么多，15块钱一碗，多合适！那真合适，你看看这料，这小肠，给你们看看啊，面都吃完了，里面还有这么多料，夸张不？我去，这个料是真多呀！你看，你还是没忍住啊！本来我今天是不想吃的，但真没忍住，真好吃，尝尝这辣椒。这里面这个大辣椒不辣，就这生活你们羡慕我。早上起来6块钱一碗粉，吃完饭就直接坐在店门口直接开唠。全都给它捞干了，就剩点辣椒了。这个面我也要给它造了它。吃完这个换那个觉得那个好吃，吃完那个换这个觉得这个好吃。而且你看它这个粉啊，拍的时间已经挺长了，将近半个小时了，这粉还没碎，韧劲挺大的。妈，给你留着得了，你在这吃吧。行。